第二集。当天有两波客人，住在正房的母子俩平安无事，但是住在偏房的单身客人生死不明，打电话和拍门都无人回应。最后老板拿来备用钥匙开了锁，发现那位男客人腹部大量流血，已经死亡。与此同时，听见枪响的近邻住户拨打了110报警。正在市区巡逻的南丁岗亭巡查立即赶往海之亭，发现有人倒在土墙外的路边。远远一看，那就像是小孩子调皮而躺在地上，但是走近一看，却发现那竟是胸口中枪的小小尸体。10月31日凌晨1时许，东京都中野区某综合商业楼3楼。大石先生，有案子了。侦探大石宗一手拿着常温的啤酒，刚接起电话，就听见宫城县警察本部的小牛田刑事部长这样说：石卷的民宿有两个人被枪杀了，凶手已经外逃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大石宗向来把工作结束后的冰镇啤酒当作人生的意义。若问他现在为何端着常温啤酒，是因为陪伴他多年的冰箱压缩机出了故障。明天他定要排除万难，到车站前的旧货商店走一趟。于是大石决定推掉这个委托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正好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其中一名死者被发现时处在上了锁的密室中。对方坚不容发地回了一句。这个小牛田半年前还在警视厅的搜查一课担任理事官，自然很清楚大石宗侦探事务所擅长的领域。你这么说也没用啊，我有事情推不掉。死者之一还是大石先生你的同行。小牛田又打出了一张王牌。他是侦探横叟有介。要说不惊讶，那肯定是假的。那个人被杀了，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。话虽如此，别把我跟那种骗子混为一谈。大石很讨厌横叟有介。媒体虽然舔着脸吹捧他是日本第一名侦探，但是除了4年前运气好查出了灭火器商人一家被害案的凶手，他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业绩。最近他还沦落成了综艺节目《交给名侦探》的主持人，在电视上煞有介事地分析著名案件，可是就连那些分析也从未说对过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不是在电视上说中了4个悬案的凶手吗？肯定是作假的。真的吗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他真的说中了，我这个事务所解决的悬案也有8个，所以我比他强多了。大石高声说完，小牛田无奈地长叹一声。大石先生，你这是在嫉妒横叟有介的人气吗？欠揍是吧？这些都只是前戏，不只是死者，连凶手都特别厉害。这可恨的小牛田竟然还藏着王牌。从唐显恒来看，杀死横叟有介的凶手应该是108号。大石心中一惊。那个连续杀人狂又出现了。叫酒店给我多准备点啤酒，要冰镇的。不等小牛填贫嘴，大石就放下了听筒。10月31日下午1点30分，路上的水坑已经蒸发成了黑色的泥滩。他带着助手有森林领子穿过海之亭的吊檐木门，听见头上传来一阵诡异的滋滋声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瓦屋檐上挂着风车造型的招牌，上面罗列着乌米尼瓦几个圆滚滚的英文字母。风一吹，招牌就转动起来，发出诡异的滋滋声，丝毫不符合民宿的气氛。呀，还挺精巧。林子感叹着按下了相机快门。这时小牛田挥舞着记事本走过来，把二人迎了进去。刑警部长亲自来接呀？毕竟是108号现身了，我怎么好坐在本部喝咖啡呢？
他们穿过前庭，走进海之庭正房。如果只是警察搞错了，那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我们对子弹做了鉴定，唐建恒与10年前使用的手枪一致，杀死横走有界先生的人就是108号，不会有错。被警方全国通缉的108号案件凶手，通称108号的少年，在昭和43年1968年10月从横须贺的美军基地盗走了一把西德产的左轮手枪，并在10月到11月先后在东京、京都、函馆、仙台射杀了11名保安及出租车司机。因为他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，警方一开始推测凶手是30岁到40岁的前科犯或暴力团体成员，但是随着对目击证词的收集，他们发现这一推断是错误的。最后警方查明的凶手形象是一个没有前科的普通人，而且还是个15岁左右的半大小子。他纯真而残忍，同时又不留痕迹的作案方式让整个日本惊惧不已。但是在11月的仙台案之后，凶手就销声匿迹了。警方没有查到新的线索，调查一直毫无进展，就这么过去了10年。哦，那个可怕的少年现在已经25、26岁了呀。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他之所以时隔10年再次作案，可能是遇到了横走先生执拗的挑衅。3天前，大石也亲眼看到横走在讨论108号事件的交给名侦探2小时特别节目中气焰嚣张地说，那种社会害虫应该尽早去除。108号是怎么知道横走先生住在这个民宿？助手林凛子将镜头对准摆放着拖鞋的混凝土玄关，开口问道，应该是看了周刊多姆斯上连载的散文《名侦探横走的假日》吧。横走先生从20日开始就一直住在海之庭，还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的假日。他竟然自己暴露了踪迹，真够让人无语的。根据我们的推断，昨天深夜11时许，108号趁着下雨能见度不佳，偷偷潜入偏房射杀了横走先生，然后他翻过后院的土墙逃走时正好碰到了2号死者，为了封口而射杀了那个孩子。穿过正房走廊，左侧便是后院，取证人员正举着相机对疑为凶手翻越的土墙拍照。前方有个小池塘，水面上铺满了睡莲，池边有块牌子写着神池。一个小小池塘，口气还挺大。那个被108号射杀的少年为何这么晚了在外面乱跑？小牛田没有直接回答凛子，而是从信封里拿出2张拍立得照片，先递了一张过去。